呢个 channel 咧系做一啲关于游戏嘅新资讯同埋直播嘅，中意记得俾翻个 like 同埋订阅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魔人，咁啊，今日翻到嚟玩呢一个嘅梦幻新诛仙嘅港澳版，咦，唔系港澳台咩？叫港澳版嘅。好啦，咁啊，游戏咧入到嚟，发觉咧系呢个广东话配音。呢个武器真系就手，系师姐特登为我准备噶。真系冇得说。顺路啫。师姐你真的好啊，不过呢如果平时不会那么冷冰冰的话，那就真的没事執行任务。好了，收声執行任务，那么玩下有什么不同，其实都没什么分别的，跟我昨天玩那个的六服，但是就变了广东话咯。咁但係你变咗广东话成件事已经舒服咗好多啊。好。中招。嘩，白虎啊。阿师姐，阿师姐帮拖。嘩。超强师姐。但我哋琴日已经见到阿师姐。是衰人嚟。剧透咗，好啦，我哋呢度完咗佢先。有一封密函，几好，打开睇下。打开睇下。心法系修炼嘅。咁当然啦，如果大家中意呢一个广东话配音咧，影视我已经系去到极限啦，应该系啦，有呢一个嘅广东话嘅。一键学习，学得好快、哦。有道哥当年嘅方法。一键学习。如逆水行舟，无进则退，你不可懈怠。跳过啦，呢啲我哋睇晒。路边有个小孩喺度呼叫张小凡。你那我怎么办？唔使惊，我哋咁奇怪嘅。守护神州安宁。阿张小凡就用翻呢一个嘅普通话配音嘅。师姐喺前面啊，是不是搞笑的？我觉得是搞笑的、哦、他不是全粤配的、哦、全粤语配音、哦。贼人道法高深，心思狠毒。好彩呢个高僧都是呢个粤语配音啫。呢度是青云山下。青云山下。我观阁下并非妖族。啊、入到嚟有普通话配音嘅，喂，差评啊！不过个教学都好彩有翻广东话，咁嚣张。嗯，好，搞掂。是写出事关神州苍生，绝不可落入魔宗之手。哇，好怪、哦，佢有啲粤语，有啲普通话，超方便噶。超方便噶，好大精神！你拦得住本座吗？呢度旁边青云山，嗰个人若果系青云，怕乜嘢？阿弥陀佛，立中咗，你哋务必记住。大师放心，晚辈实不负所托。要濑嘢啦，俾师姐。对唔住。咦，大师姐，听阿师姐嗰个嘅语气系有啲有你嘅魂啊，听我召唤，有啲叫咩咧？有啲原因噶、哦，嗯，即系会唔会系有啲苦衷咧？啊，有苦衷咧？呢度系边度？我哋上次啊，揿到入嚟呢度啦。玲珑，玲珑，我喺边度？呢度我记得俾呢度系神魂幻境。你魂入此地，本体沉睡，回魂即刻醒翻。哇，呢把声好熟喎、啊。城此幻境。然后咧，唔该，唔可以讲得易明啲啊，更通俗一啲咩？成我衣钵。拜师，
呢个搞笑喎、啊。咁系欺师灭祖嘅大罪。咁样等消散就得啦。等一阵啊，咪守住啦，你听我解释啦。我虽然骨骼精奇，天赋异品，系千年一遇嘅，都系有师在。其实老实讲，如果有广东话咧，我都愿意睇埋个剧情去啊。以前玩啲手游，根本上我都唔会睇剧情嘅。玲珑，玲珑好，几咩系咁？我呢度我哋 miss 咗佢啦。算系对你童年嘅补偿啦。对你童年嘅补偿咁紧要，系咪教我哋学咩？练气一阶。哦，竟然突破咗境界，同道哥我一样优秀啦！快啲嚟睇下。练气晋升境界能够变得更，下次晋升条件，哈哈，只要不断突破境界，我哋就系神州最叻嘅人。师尊，系咯，暂时同你无关。咁、啊、师尊，你乜嘢事啊？神气之魂随我苏醒过去啦，过去啦，激活呢个细血珠嘅幻象。呢个神器幻象系用嚟做乜嘢噶？摆粒嘢落去。究竟系乜嘢幻象？磁气鱼系啦，唔系你本体。哇，啲故事可以咁长嘅。屋企应该出翻去噶啦呢度。哇！俾人暗算。帮手。何人胆敢在此行凶？阿新哦。有帮手。想走？我仲未答应喎、啊。呆咗做咩？人哋要杀你啊！走翻去啦。诶，对战单体回合开始。哇、哦！补血。刺客，在幻境提升境界后，哇，中了毒添，松了不少。好，呢度应该差唔多，我哋开多一招，斩鬼神。睇到你冇事，真系太好啦！我仲以为好啦，阿生，系啦，阿生啊，喂，你都差啲死啦！仲挂住乜嘢暂时冇事啦，冇事就好啦。草苗，我本来竟然我真系冇事。喂，又要赞多下，用噶有广东话真系太好。呢次又系边个咧？有剧毒，嗯，即斯文上下，你真系冇人唔识。哼，越谂越嬲啊！我点解就系睇唔出佢系奸细咧？越谂越嬲啊！奇怪咯，唔通我都谂唔明啊？当我冇乜得啦。好，咁大致上系咁啦。其实想试下呢一个嘅港澳版啊，有咩分别啊？咁其实就系广东话啦，多咗。咁我自己觉得系几正。如果你中意睇故事嘅话咧，啊，都系讲嗰句啦吓。手机游戏大家咧就唔好乱氪金啊，啱玩你先去量力而为啦吓。好，咁啊条片嚟到呢度先，我玩落去睇下会唔会有其他特别嘢同大家讲下。今日条片嚟到呢度，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兄弟们，睇到嚟呢度咧，条片已经完噶啦。如果想支持我嘅话咧，可以揿落去加入会员支持我嘅 channel 嘅。仲有就系 share 埋俾你啲 friend， 等佢唔好错过一啲游戏嘅资讯啊嘛。